祝兄弟们平安，平安，真欢喜，通搁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阮只是安静伫你的心，伫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的心，真正倚靠伫你，帮助阮所领受的，伫阮的生命中间，搁真侪搁一遍的反省、思考以及决志，愿你的心带领引导阮。祈祷到最后所性命，阿门。伫耶稣传道的生涯，差不多有三年半的时间。这三年半的时间，伊大部分的时阵拢伫加利利地区咧出席，到要爱上迄个受难的道路的时，伊才开始行耶路撒冷去。所以我先甲咱介绍咱这个主日。在我们今年的外界在四月之战外界前一个主日是占秋主日，占秋主日又进行四个礼拜，我们称作大灾的这期灾，就是世俗人说吃灾那是灾，大灾的这期，这个大灾的这期也就是一个陪伴，要来迎接主耶稣受难的祭祭。在教会里面有差不多一个月四礼拜的时间，所以我们若是用我们今年的时间来催生，今天是大灾第一主日。所以在这个大灾第一主日，我要借用今天我们所读这段，你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咱会当把咱的圣经来掀开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伊对伫第十三节遐讲到，因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立比伫整个的犹太地是上北边，伫加利利的搁北边的所在。这也是耶稣传道生涯中间行到上北边的一个点，对遐开始，伊行往耶路撒冷，伊回头往耶路撒冷去，经过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区，经过约旦河外，去到耶路撒冷。所以咱今仔读的圣经在，咱来看第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迄中间耶稣问伊的学生讲：人讲我是一罪，按恁讲我是一罪。伊啊，伊学生伫遐一遍清清楚楚来表明，因所认物的主耶稣是上帝的子，是基督，是救主。在那中间，他才来对他们宣告，第一次对他们宣告他要受难。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幕后这三节，他宣告他要受难的是带领他的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 在哪里。所以在那中间，他的学生真正认捌伊的身份，真正伫遐清楚表白讲你是基督，是应我上帝的子。伫迄中间，伊对因指出，真做应我上帝的子，伊所要行的，毋是一条真轻易，一条拢坐官位的道路，是一条受难的道路。所以因开始行往耶路撒冷。归路，耶稣一拜，搁一拜，总共三拜，来甲因讲，伊要受难。所以咱即摆看这三位的圣经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章、二十章，耶稣三拜，甲因讲着，伊要受难，要受定时的刑，然后死第三天要搁活。
啊，咱今仔日读这段，伫伊第一摆来宣告伊的受难了后，要甲因讲起，当恁对我四界行，伫真侪所在，拢有人在甲咱，在甲咱期待，甚至在甲咱娱乐，在讲咱讲的真好，咱做的真有帮衬，即款的娱乐甲破个声，感觉真勇敢，真正呀。总是恁爱清楚，对当开始所要行，对该撒利亚会的比往亚罗撒林去，这条路最后是用受难来做你对上的结局。所以，生命的发展在未来这几礼拜中间会产生真大的变化。伊学生料想袂到，耶稣先甲因避烦心，爱因做伙来思考生命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到底伫倒位。所以，咱伫遮，但想来想讲，生命意义是毋是因为别人的呼啊声才有意义？还是讲因为有得到什么款的关系、地位、成就才有意义？比如讲一个政治人物，咱像伫台湾在看，有可能自细汉就立志，将来要伫政治界有好的发展。啊，所以伫伊开始咧追求即款的发展的时期，伊有看见有甚物款的力量，伊伫遐公开表明的支持。伊赞成，伊咧必须吹散。总是咱伫台湾看到的，常常有人讲，人若要甲咱提名，无咱换位，我甲看人换三个政党。永远选不掉，三拢选不掉。为着要追求关系、地位，还是讲权力，就伫要紧的时刻放弃过去所要坚持的理想，甲独裁统治者来合作。即款的生命，咱甲看，若是只有伫追求权力甲地位，有啥物意义？耶稣所咧对伊学生讲的，毋是即款的思考，毋是讲要爱拿到什么权，毋是讲要爱得到什么位置。耶稣咧对因讲的，毋是干那讲予伊迄阵出来遐学生听，一直到今仔日，犹原在予咱每一个基督徒听。你教咱安怎来生活，通合伫上帝旨意。耶稣讲这个，嘛是在乎，要不是基督徒的人听。有真侪人，要不是基督徒，听到耶稣讲的这句话，人若得到全世界失去家己的性命，有甚么意义？人会当再用甚么来兑换伊的性命？有的人听到这句话，亲像一支棍仔对大家讲落，讲真。总是真侪基督徒，嘛无在思考一句话：究竟咱的一生爱安怎行，才袂跌到白白来到这世间行一转？啊，咱的主上帝，伊是宇宙的掌管者，伊将万人有赏赐予咱，咱爱安怎运用咱所领受的，咱的人生才有意义。比咱今仔日，咱只有读短这三节，嘛期待咱回去了，会当对十六章的十三节，也一直甲读落来，一直甲读到十六章，拢读了二十八节，甚至甲伫未来即几礼拜中间，一直读到耶稣受难过活。伫即中间的圣经节，咧甲咱讲起生命的意义。
特别咱用今仔日所应用的这三节，咱来看。24节是真要紧的，的一节，又讲到三项代志。头一项叫做看无家己，中文写的是舍己。看无家己，看无家己，唔是甲家己掠去单调，所以唔通去用中文的舍己的字面，字面的意思影响着。看无家己，嘛毋是亲像真侪人咧强调讲积德，啊是强调讲啊做寡好事，啊一寡享受消极啊放弃，啊做一寡好代志，安尼就叫做真大个牺牲啊。看无家己，是咱有谦卑来思想咱个性命源头。是对倒位来，咱的性命对上帝予咱，伊予咱伫地上的年纪是有限的。咱人有咱的需要，咱人是无完全的。伫这中间，愿意积极将咱的人生交托予享受咱性命的主上帝，来顺服伊的带领。换一句话讲。就是将咱性命的主权甲交出来，互上帝来为着咱做主，互伊旨意伫咱的心中来实现出来，安尼叫做看无家己。换一句话讲，看无家己就是无用家己自私的想法做第一要紧，是会去想讲上帝伊爱咱做什么。所以第二句话，伊讲压十字架，压十字架，吼，压伊的十字架。当时伊的学生已经听无啥，搁听伊的十字架，因为伊耶稣未封顶十字架以前，伫罗马政府统治的下底，十字架是一个甲人处死刑，执行死刑。的刑具，所以因伫这几年的团队旅行中间，一定拢有机会看到有人予人钉十字架，啊，伫遐吊一礼拜，这种的惨的情景，因为这是罗马帝国上残酷的一种执行死刑的方法，就是。将人用钉子，用锁仔绑了了，用钉子钉伫十字架顶。啊，这个十字架是用叉做的。啊，钉子拢无钉到这个人身躯边顶要紧的所在，钉伫脚，钉伫手。啊，所以红钉的人袂安尼就随死去，总是伊红钉伫。是不是一个顶冠？那是体质较勇的，一礼拜，甚至搁较久，才因为回老家，啊，拢无得到任何水分、营养分的补充，安尼来死去。体质较勇的，安尼，啊，体质较弱的，可能嘛要吊三四天。所以，伫因团队旅行的中间。一定拢有机会看见有人受钉伫十字架顶，啊，上惨的是要用钉十字架的人，要来家己做十字架的叉架啊，搁爱叫伊家己扛。所以耶稣底下讲，耶十字架，这种是一个彻底行往死亡。所以耶稣对伊学生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着看无家己，拿伊的十字架来对我。耶稣伫遐甲因指明讲，伊要行一条受苦的路。这条受苦的路最后是死亡。所以人若是真正要跟随伊，就爱愿意
用上艰苦的情景来付上代价，来行毋是无？所以咱直接讲起是也是一个代表，是一种足彻底的牺牲。因为耶稣伊最后要行这条路，耶稣心内清楚，伊嘛甲伊的学生呼吁，因到最后爱去体会，伊也是一个受定死的是一个这款的牺牲的意义。因也要对伊，因嘛要去体会这个意义。所以耶稣伊受这个苦刑，是为着犯罪的人来牺牲，毋是因为伊家己有甚物款的罪，嘛毋是因为伊有犯着罗马帝国的刑罚。地狱必须要受安尼定死，是为着人的罪，用安尼来表明上帝的听。伊毋盲跟对伊的人，嘛爱有即款愿意为着别人来牺牲的精神，也是一个来行人生的道路。二十四节有讲到第三项代志，伊是这项代志。也是贯穿整个二十四节，就是跟对基督。耶稣用的讲对话，若有人爱对话，就着看无家己，也伊会是一个来对话。二十四节用对话开始，用对话结束。耶稣爱人对伊，对伊，所以讲对一个人。就是照迄个人伫头前行过的路来行，所以咱在讲一直咧讲着耶稣安怎咧行上，就是个这条受苦的道路。伊嘛安怎咧呼吁跟对伊的人，就是爱对伊来行。耶稣所行这个放下伊家己，看无伊家己，来彻底牺牲的道路。咱是圣经内面会当读的，咱也对各世代的基督徒代代传到咱即阵的见证，咱嘛会当听到。在咱的信仰生活中间，咱嘛会当体会到咱的主伊安怎的牺牲。所以咱拢知影做基督徒，就是要对伊的脚脚行，照伊所讲的，迄个是照伊所下的模范。来行人生一道，所以咱进一步，要来进入讲，若是安尼，思考生命的意义，真要紧的关键。这是咱通过读段，才会圣经的设计，咱搁进一步来讲。头一项，讲咱的生命，并毋是属于咱家。所以咱袂当家己要照家己的意思来浪费咱的生命。有真侪少年人认为人生就是爱享受，所以爱趁少年的时来佚佗、来飙车、来摩托车，啊去甲人加滚。真侪少年人。看朋友比看孙女的人搁较要紧，无爱爸母甲伊管。较早手机啊较袂遮流行的时，真侪爸母伫囡仔去读大学，互伊扎一个 BB 裤。啊，毋过我嘛常常接到电话，做爸母的讲找无囡仔。我讲啊，你有互伊 BB 裤？讲有啊，啊裤了就唔搞我回 ，BB 裤裤了就唔搞我回。其实即摆有手机啊，嘛有真侪爸母，因会来阮讲，把囡仔敲电话转去，都唔接啦。啊无就是拢关机啦，其实嘛不一定拢关机，有可能
电话当咧甲朋友开讲，我捌听过迄、那个，我明仔电话阁开讲到三点诶，拿手机啊咧开讲，啊爸母卡拢卡袂着，你感觉讲我诶性命是我家己诶，我诶安怎就安怎，啊别人管袂着。阮伫课堂，阮去学生甚物款诶情景？要开款嘛，要真有艺术，啊，搁技术。啊，若无，我哪会甲你反弹？哦，啊，无，无听去投诉。阮嘛碰着即款情景，所以我家己拢开下个是先讲明，啊，讲了就甲伊讲，我会照安尼做。啊，时到，请恁爱较包容。因为我会做会照安尼要求，啊，若无讲，上个对头到尾，因拢嘛在耍手机啊，都在滑手机，啊，无在滑平板，哦。因为伊感觉讲，哎，我爱安怎就安怎，啊，你讲你的嘛，反正我也无甲你吵，因为滑手机拢在甲我吵，对吧？拢无声音，你甲声音关掉，拢袂甲我吵。你认为伊要甲我吵的话，我无甲你吵，你慢慢甲我管。真侪少年人所想的是安尼，啊，嘛有真侪人伫社会中间练几下咧，有一挂成果。你感觉讲，这个成果、这个成就，拢是家己的劳所赚来。我赚来，我要安怎开始我的代志？所以咱慢慢见。捌有一个立法委员，真家世真好，伊个家族真有钱，伊国内嘛有真济出名诶企业，是伫伊个家族内底咧经营。总是即位立法委员，到最后四十岁死伫江南，伊了准家己有伊性命诶主权。伊俩阵伫政治界、伫企业界、伫台湾的社会，化作个跟党，所做一切拢是家己个劳，所以伊满足家己个需要，包括权力，包括伊个地位，包括金钱个利益等等，伊也扩张家己个地位甲影响力，总是到最后。因为所做的代志犯法，最后受判刑确定，啊，最后就干，啊就干中间，却因为观念化来死的，干干的。相信真侪跟我同年龄的人，大概知影这个委员什么名。讲起这款的情景。伊毋是只有犯国法，佮违背上帝，伤损伊性命上帝的旨意。耶稣讲起，人若得着全世界，却丧失伊的性命，有甚物利益？人会当摕甚物来兑换伊的性命？所以，当咱在思考生命意义的时，咱就大声放下为着家己的人生做主的想法，放下为着家己的人生做主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看无家己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伫中间，咱来去思考。做咱性命上帝，伊对咱的人生有甚物款水佮好的旨意？做咱性命上帝，伊爱咱用伊所予咱的一切资源来做甚物？啊，咱拍拼去做，咱的人生会活得佮好。第二个真要紧的原则，这个原则
真侪人，特别毋是基督徒的人，常常无法度深刻去体会到的关键，就是活出牺牲、奉献、甲奉无的真相观。我讲真侪毋是基督徒的人，未当体会到这个原则真要紧的深刻的意义，就是包括咱即卖的社会，有真侪人会去做义工，拢感觉讲当志工很重要，应该要愿意当志工。真侪人会安尼讲，嘛会安尼教伊个囡仔，总是为甚物要去当志工？为甚物要去当志工？为甚物要做义工？迄、那个目的常常无同款。现在真侪少年人受教讲，若有去做义工，要去当志工，赚一寡服务的成绩，后壁要升学的事，要甲人比顺势。要跟人比，会当较赢人。真侪少年人受教讲，来去当志工，有机会赚一寡迄落社会经验。后摆若毕业要去工作的时，无定顺势当志工的迄落机构，爱人咱就顺势会使入去。告诉咱，若去做义工，去做志工，是带着即款的目的，就无法度深刻体会到牺牲奉献甲服务的人生观。所以我伫讲起，真侪人毋是基督徒，无法度了解，无法度真深刻了解咱基督徒咧讲牺牲奉献甲服务的人生观到底意义在哪里？耶稣在这段走耶路撒冷的路程到这边结束的时候，又跟他的学生说一句话，说因为人出来不是要让人服侍，是要服侍人，又要放下性命来赎回最侪人。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啊，这节就是因要入去耶路撒冷啊，遐有两个学生，搁咧想讲，因安尼对耶稣这三年外，因的表现特质，对耶稣入去耶路撒冷提着关系地位，因两个要坐官位。而且耶稣讲起，毋是要让人服侍，是要服侍人啦。伊的人生，伊所行的是即款牺牲服务的人生。所以，咱看，咱伫遮咧甲伊对照转来，咱是所读的圣经上，看无家己，也伊的是一个军队耶稣。伊咧讲起个，就是对于咱行即个牺牲奉献甲服务的人生，所以咱带即个人生观去志愿服务，去帮助人。所以这真要紧的一个点。所以讲，上帝赏赐人性命，予咱有真侪的资源，毋是咱伫遐拍拼利用来赚钱来拿过来，然后来享受。是啊，咱会晓用咱所领受的一切来牺牲奉献甲服务。之前三百多年，有一位历史上真有名的皇帝。这个皇帝，伊对希腊马其顿统一了后，
佮带着希腊马其顿的联军，五当兵一直拍，一直拍，经过即摆土耳其，经过即摆阿拉伯，经过即摆的伊拉克，就是古早的巴比伦，一直拍拍拍，拍过即摆的伊朗，一直拍到印度。伊上南边拍到埃及，上东边拍到乌海，上南边拍到印度去，总是唔敢过啊，因为佫过迄个真神秘、真大的即个印度，因无了解。总是伫印对印度河转来路呢，伊非常的不准。虽然伊有，伊已经建立一个。当时，西方人所会当有诶上大诶一个帝国，总是伊嘛不注定无所在能够互伊征服。对印度河要登去马其顿，一直到巴比伦，伊转伫伫遐，阿玛西伫遐。这个亚历山大皇帝死的时候，叫人把伊的棺木挖两空，把伊的双手对阿救出去，不是救出去，是伸出去，把伊的双手对阿伸出去。伊讲我征服全世界，总是我什么拢走袂走。我的人知影，我双手是空空。所以，伊的生命结束的是只有活三十几岁。为着家己所经做、所得到的，到最后拢是归了空空。因为伊的生命意义就是征服，无其他的代志。所以，无通征服的是，伊就失去生命的意义。那是主耶稣，伊无出大分。主耶稣，伊并无什么。的无力，总是伫伊流离世间到现在，将近两千年，各世代、各所在，算袂了的人，伫伊甘愿为着人类牺牲奉献的痛，苦条下底，伊甘愿把家己的性命嘛摕出来，尽一世人，嘛是用牺牲的、牺牲伊生活的享受来服务人群。进入愿意到无开化、送向寒冷的所在，一世人服务，拢无怨无悔。伊用全部人生来表明，生命意义就是伫牺牲、奉献、甲服务的中间。因的信仰、因的生命，甲遐只有求家己平安、发达的信仰、生命来比较。是全你无干，这两种的性命结局嘛是全你无干，所以多多亲像二十五章耶稣讲的，伊底下讲因为基拿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基拿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得着伊。愿意来把性命付出。反正要得到永远的活命，这个永远的活命是上帝所为着咱来陪伴的。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带上帝听世间人的信息来给咱，伊搁带心来行这条十字架的路。所以伫世间文明书内面，无信伊的人嘛承认。耶稣基督是鬼子，总是耶稣不是只有鬼子，因为鬼子留了真济，予人看做伟大的事、美好的事，予人纪念，总是无法度予人性命归来。总是耶稣所行代志，耶稣所讲的教示，都予人类。无比的信仰的，伫达时代
伫各所在，感动侪侪人认捌上帝的疼，来对伊行这条牺牲奉献甲服务的路。所以亲像跩一棵树，亲像咱那个医生，亲像做咧啥修路，亲像马阿个医师，亲像马解剖师，亲像黄信雄医师，甲伊伫美国百万美金的收入放下，转来到台湾，来有一间遐嘛，遐嘛无啥医生要去的文龙病院，到今仔日文龙病院的前景，伫东部做真真真好。亲像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也进行真侪赞助，也是移民，也是劳工，也是遮个幼稚就未去到特种营业的少女的救援的工作，也是真侪失婚的妇女，伊需要一个技术，一个妇女联合中心来做的工作。我也想到。顶礼拜是拄拄受做检票，王金河医师98岁的时间就退休。早前伊含贾伟牧师，嘛是贾伟医生，两个人一个内科，一个外科，配合伫即卖台南北门地区，伫遐来治疗乌合病的这样患者，啊，通过发财机会。生哪个无输娘，生你来读书，以及代代医学院的一个基督徒医生教授陈金伯教授，四个人伫无共款的、无共款的角度来入来帮助遮个乌合病患者。王金河医师本来伫遐就一个金河诊所，因为伊是北门市当地啊。孙丽莲女士用挂彩机会的费力，伫遐成立一个乌合病专用的病院。王金河医师嘛是王金河长老，伊负责诊断，但是贾伟牧师。也是一位医生，伊是外科医生，伊负责开刀。陈金伯教授带一个学术团队，负责找乌脚病的原因，到最后找到，原来是地下水。地下水内面有一种化学的元素叫做锌，伤济地脚脚，若食迄款地下水的人，脚拢乌去，所以伊就建议政府。甲自来水，甲伊牵到客家北门遮个乌脚病真严重个所在，到最后彻底让乌脚病来完全消失。咱看见即几位基督徒，因愿意安尼投入拍拼个好势，因本来拢会当伫家己个领域，只要过真好。看我一只，总是愿意军队耶稣基督牺牲服务，来为着需要的人来服侍。所以，咱讲起咱的主耶稣，伊本来是上帝，愿意牺牲家己，死伫十字架，然后伊搁活，将新的活命、永远的活命，来为着咱人类。予人会当，因为信靠伊，伫医生奉献甲服务的实践中间，甲生命意义甲活出来。做主耶稣，当咱咧思考领子耶稣的受难的时阵，其实伫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启示，就是伫咱的人生要安怎行，这个生命意义的思考，毋盲咱拢会当体会到。咱来做上帝，在咱的生命中间，最好的旨意。
顺服伊引穿，学习用牺牲、用奉献服务的真心来回应上帝对着咱的疼，咱当心来得。主，我感谢你，因为你予阮生命，予阮侪侪资源，毋是要来阮伫地上照家己的意思来享受，来乌白开会，伫家己的需要的中间，主要求你帮助，也当阮听过一遍，要来念记。主你受难，甲过我这期，我伫陪伴我的心，然后我真正体会到，你的受难，就是咧锻炼我行一条愿意牺牲奉献、甲服务的人生。主帮助我，叫我对你所领受的启示，要叫你拍拼去行，祈祷到最后所的心。